如果是平常喜欢收一些充满设计感的生活小物的人，应该不少人都知道京都印花设计品牌苏苏吧。苏苏以高质感印花与活泼缤纷的自然色系，吸引不少爱用者。今年夏天7到11与苏苏联名，将于3/6起推出一系列可爱的小物，把京都设计带进台湾，营造满满夏日氛围。Tilda， 现在人注重生活质感与品味，尤其年轻族群透过消费展现个人风格，更以内化为生活态度。来自京都的印花品牌苏苏，色调活泼，风格独具，且广受日本年轻人欢迎。这次 GLEVEN 首度携手苏苏合作，独家开发全新 Good Choices 系列商品。Good Choices 系列 logo 字母 G 四尾藏有七，是 GLEVEN 选好物的概念。这次共同规划出适合夏季的生活小物，以自然缤纷的色系营造舒适的夏日氛围。从可爱的印花购物袋、雨具等，到纸品、毛巾，都是苏苏首度在日本以外地区贩售，也是第一次和便利商店通路的合作。这么可爱又高质感的设计怎么能错过？图片来源 GLEVEN 系列商品，每一款都超勾追，拿在户外非常吸睛，而且心情也会整个变得超好。这么有质感设计感的生活小物，当然是要准备冲小七收藏咯。 Tilda 延伸阅读，来源 GLEVEN。